你好，欢迎观看这段关于社区建设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的视频。但首先，让我们定义一下社区建设的含义。简单的说，它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，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或愿景而努力的过程。这可能涉及到在个人之间创造一种归属感和联系，促进合作和团队精神，并促进对社区的所有权和责任感。现在，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社区建设是如此重要。好吧，有几个原因说明它在当今社会是至关重要的。首先，作为支持性社区的一部分，可以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巨大影响。当我们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系和支持时，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目的感、归属感和社会支持，这可以帮助减少压力和提高整体幸福感。除了对个人的好处外，强大的社区也往往有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。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中促进合作和协调的网络、规范和信任。有凝聚力和信任的社区往往有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，这可以导致在教育、健康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。社区建设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它可以导致更大的复原力。强大的社区能够更好地抵御和恢复挑战和逆境，如自然灾害或经济衰退。当人们感觉到与社区的联系和支持时，他们更有可能在困难时期团结起来，相互支持。最后，作为社区的一部分，可以给个人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，这可以培养人们对社区的自豪感，并渴望为社区的成长和发展做出贡献。这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，激励人们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共同努力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更强大和更有活力的社区。在当今社会，由于现代生活的需求和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与他人联系，许多人感到脱节和孤立，建立强大的社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它可以帮助培养一种联系和归属感，这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福祉有积极的影响。因此，当你下次有机会参与你的社区或帮助与你周围的人建立联系感时，请考虑抓住这个机会。你永远不知道它可能对你和你周围的人产生什么积极影响。感谢您的观看。